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咧，我第一次拍呢个淘宝开箱，买咗好大堆嘢。咁等我移埋啲，慢慢影。呢个咧系316不锈钢嘅炒锅嚟嘅，系34cm 嘅。锅盖，连埋呢个蒸笼，成 set 咧就218人民币。咁佢而家有少少特价嘅，211.几。这个呢是食物盒来的，不锈钢盒，它连埋有胶盖，四件78元。那我会用来热好啲肉摆冰格嗰度嘅。这个是大容量的瓦煲，3100公升嘅，呢个系3.1公升先啱，27.99。这个是一个竹西来的，就原价35元的，它有少少优惠，33.73。它看的样子很漂亮，但是收到就都是一般啦。这个都是拍摄道具来的，就是用来装下蔬菜啊，漂亮一点啦。这个呢，人家原本是一个饭盒来的，它13.8是连埋盖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又多了个盖。我原本是落两个的 order， 现在是得回一个，可能我老公落漏了。13.8一个连盖，那就另加5元运费，即是18.8。这个就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洗完碗之后呢，放在个星盘那里停一停水的，那你用来停蔬菜水果都可以的，18元。我们今天讲的呢，全部都是人民币来的。这个是一个无线咪来的，因为最近呢，我就发觉拍片呢，那些片是比较细声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无线咪回来，241元。它是原本249的，有少少优惠。这个是纯棉物5对，9.5，现在有少少优惠的，9.03元。这个是一个斜孭的牛仔袋，你知道出街要装很多身份证啊，噼里啪啦那些，29.9元。这个匙羹送的，这个是316不锈钢筷子，10对，原价是47元的，有少少优惠，45.59元。
咁用呢啲筷子咧个好处就系、唔会发毛。呢个系方头嘅量匙，19.9。呢个咧系嗰啲雪梨苹果嘅去腥气嚟嘅。11.8。咁我买嚟做咩呢？买嚟整嗰啲酿冬瓜啊，酿节瓜啊，转一个心，咁就会靓好多。呢个系纯白毛巾，咁呢个咧就系22cm×22cm。$13十条，呢、这个就15cm×15cm， $12十条。咁我各买咗十条，有咩用呢？呢、这个就我嚟垫阔啲嘅，我嚟垫砧板。呢、这个咧我嚟垫下啲玻璃兜啊，发下蛋，打下嘢，佢唔会喐啊，唔会嘈嘅。因为喺市面咧好难买到啲细嘅。呢、这个系咩咧？呢、这个系直胶嘅镬铲，$29。呢件系一件雨衣嚟嘅，14.5。咁我觉得佢质地都唔错喎。哇，好大嘅、啊，我唔打开佢啦。呢、这个雨衣咧就买俾我仔嘅，因为咧英国嗰边好多雨啦，同埋佢成日翻学咧，有时去到半路中途就会落雨，咁带一件雨衣喺度咧就方便好多嘅。咁呢个系咩咧？这个、呢个其实我嚟做奶壶嘅，装一个三花淡奶就啱啱好，摆雪柜。呢、这个几多钱啊？呢、这个系$25。呢、这、一个咧就系一个小型嘅茶壶，真系好少嘅啫。冲一杯奶茶啦，几个茶包冲一杯奶茶啦。咁佢仲有一个茶格嘅，同埋一个盖，可以摆低喺度晾住佢都得。$25。剩翻最后呢样。是一个熱敏紙的涂改液，9.9。它后面这个是一个 cutter 来的，就是这些是专给你开箱的。这个呢你开箱有什么用呢？擦了那些地址，那就可以即系唔好俾人咧可以揾到你嗰啲資料。仲有一條繩可以俾你穿住添。咁呢度全部嘢咧就12公斤，最貴咧就係嗰隻鑊啦，同埋嗰個收音咪嘅啫。全部就買咗咧$971.64，人仔嚟嘅，運費咧就$107。
講錯咗，900幾個係港紙嚟嘅，人民幣係873蚊先啱。